我也是一个追光者，所以我不会吃醋的。阿光，我爱你 ，fighting！ 我爱你 ，fighting！ 大家好，又是我，我是战买王牌解说员阿马胜哥。大家好，还是我战买王牌解说员金角。好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 BLG 对老干爹的第二圈比赛。这个老干爹的主场真的特别的漂亮，还有那个粉丝的座位也特别的酷。对，那椅子挺舒服的，好像还有按摩椅，还有包间。老干爹主场都会给一些比较威风的人去包间坐一下，就比起重庆那个简直就是。今天先是一个个人能力特别强的选手，就尽量去打吧。现在的 AJ 采访都比较低调，要是以前的他都是上路输不了，怎么输？但是现在的 AJ 都是对面上单很强，我打不过。AJ 成熟了，进步了，感觉是不是马上回来了你？变成这样了？对不起，我一年前开始已经开始很低调。从自己看得出，感觉老干爹的这个下路组合，其实在单听版本不是很好的。对。主要他们选了个老司机，天先选坦克的话，老干爹的胜率就变得很低，所以我们的 BP 做成了打上路坦克打坦克，这样的话天先的在老干爹的能力会下降到50%。其实我感觉之前雅典娜那个左一的表现也很好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犯。他们觉得老干爹中要怎么练 Yuki 他们应该觉得相信他们 Yuki， 因为他们在中单韩服好像有1000点，雅典娜只有韩服100点，高了10倍的分数。没打之前好像是专一吧，没打之前还专二，高了几百个单次。现在比赛开始，这里剑仙很明显在线上取到了巨大的优势，把阿妹先追打残塔顶，要野窝这个 EQ 很关键，把他的闪现恐吓了出来，然后阿妹先追只能在塔下瑟瑟发抖等死。这里也很奇怪，除了阿妹进去勾，就说自己要被越了，是吗？对，你突然就呼叫队友了。不是我不是阿美星追，我是张买王盆解说员阿美星追，不是 PLG 阿美星追。然后野王不服再来一波，野王结果 EQ 很关键，直接逃起了阿美星追，就带上睿智的大招，直接闪现一套打在阿美星追身上，直接把他打残，然后阿美星追直接在二塔上面死亡。这个哎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左一的空治疗。来，再看一遍，这里看一下左一他做了什么。他是哦，他有治疗加速。哎，结果左一可以闪现给我治疗的话，我不是不用死？只不过左一问题有点大。之前好像这个 BLG 中单都好像没睡醒。对 ，BLG 中单好像在睡觉。周波要是把你救出来就上，对，中野都凉了，上路也都凉了。不是我，是阿美星追 AJ。救了 AJ 的话，这波应该可以做出了完美反击，可以把他们杀完。这波我还记得，这波很灵性的让人头，很灵性的让人头。对，这波我记得他在雅典娜一直在说人头给我，人头给我，发现情况不对 ，AJ 就说别让了，别让了，别让了。然后他们还是让了，让人头，让人头，然后就走了。谢谢。然后这个还上了紧急，还上了紧急，很难受。这里还有大厂的粉丝叫的特别的轰炸，就跟拿了世界冠军一样。这里我在台上的我都瑟瑟发抖，哇，这么恐怖，下面叫的。然后野王配合中单搞了一波中路，完美的击杀了，不是完美击杀，被雅典娜飞来飞去，再飞来飞去，再被一中。然后这里好像已经说了漏过去了，还是死了？死了没有这里？死了。哦，就 RW， 所以阿进化，进化解击飞，这个人有点天才之类的。进化是解不了机会的，击飞。你要解不？哦，这里剑仙莫名的自信，一个人冲过来打我们5个，左一一刀了。剑仙这波有点膨胀，直接这里慢惊了，剑仙直接被5个人斩杀掉。这里就是体现出来 BP 为什么要给剑仙坦克的原因。剑仙这种不理解坦克英雄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很硬，因为他这里发育是全场最好的，全场第二好的，是吧？第三好，就02最好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哎，发育挺好的，算了，不说第几好。继续啊，萌萌的布隆。这里又慢进了，有我们这样说吗？好，布隆造了个死亡闪现，然后反手一个大击飞了，不知道谁，他还活着。应该你接了一个 RW， 直接把他留住，他还活着。好，他最终还是死了。啊，我极限了，当解说真的，你要退一步当解说了，你要退要考虑当刘德华。喝口战马精神一下，哇，闻一闻精神百倍，喝一口，哇，喝
可口的吗？甜美可口。大学我是专业的解说，我不怕累。你什么？我是专业的解说。又慢惊了，你又慢慢的说，是不是？平野林又一波先手 ，RW 打出布隆的技能，然后布隆好像又要死了。好，布隆死了，布隆没死，好，布隆最后还是死了。这波你看一下那个战绩，除了小智是个正常人，谁像个人啊？全是零跟三零的。至少一直能赢，要不然就快了。来，一波了，快点！恭喜贝尔就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这里 AJ 回头看了一下，我的 Q 三个是很关键，是很棒棒，我会就是 MVP。你好像没人理我，好，然后我摘下了耳机。完了，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结束了。